你要吃南瓜？好大颗。我来给你煮个好吃的。这是我妈种的猪油，再切成块，放到锅里面蒸熟它。再来把南瓜切出来，切下面这一半，大个一点的。这香不香，秀丽？你来弄啊，你来。你看着爸爸弄啊，你学着。哇，憨憨的媳妇啊，来，你拿，拿这个。哇，很厉害吧？快到碗里来，再把南瓜籽抠掉。最近家里南瓜非常多，吃不完。蒸20分钟，看这些裂的就已经熟了。堵了哎不，趁热把它压碎。猪油胖，手又不怕烫，下手又狠，搞出那个呆也呆咪咪。起锅烧油，热一条葱。这个料葱出味，然后个料拢变就吞无葱。好了，一斤芋头，150克白糖。所以你就是个体力活。热于99880下就可以了。该把南瓜得了，堵堵。芋，要不要吃芋泥？今天留崩了家。再蒸20分钟，熟了熟了，来点没有葱的香葱油更香。一个芋头，一个南瓜的小快乐，我女儿爱吃的甜品——金瓜芋泥，来喽！